李亚男分享亲子烘焙 ，Gabby 变偷吃小馋猫，俩女儿愈发漂亮像妈妈。李亚男在社交平台晒出和大女儿一起做甜品的 Vlog， 母女俩一起配合完成，互动温馨满满。只见李亚男半扎着马尾，身穿白色短款 T 恤搭配黑色裤子，身材看起来纤细苗条。大女儿 Gabby 穿着粉色 T 恤，打扮起来甜美可爱。因为是亲子烘焙活动，所以李亚男引导着女儿体验整个做麻薯的过程，从打鸡蛋、搅拌面粉、捏造型都一起配合着完成，增进亲子间的互动交流。 Gabby 也很配合地去体验整个过程，充满好奇心的她对做麻薯很感兴趣，全程都非常认真。妹妹 Hailey 因为年纪还小，没有参与进去，一直在旁边坐着看妈妈和姐姐做麻薯，好乖好可爱。麻薯烤出来很成功，姐妹俩吃个不停。看着姐妹俩同框的画面，要不是因为年龄不一样，不然都以为是双胞胎，